做些类似时空胶囊来保存，包括军事的设施、遗产这些东西都保存得非常好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，因为不但其他的国家，你现在去澳洲说，这已经是城市花园战场的一部分，早就看不出来，因为早就都叫新的街道、新的城镇所掩盖掉。这天都的深度差不多在五公尺下，但是它串联金城这机关单位很多的这所在，我们的经过连金融机关、邮局、农会、银行、金门关政府。防疫工事是系统性的，因为你第一线的海岸后面会有相关的营舍、炮兵、后勤支援。如果单只看单点，它就是单点；如果你从系统来看，那去体验它就有不同的价值呈现。十二个吹戏，暗时七点半，台湾技术科正对金门画画蜕变。